您相信吗？食物会变成营养，也会变成毒素。我们吃的食物是要经过代谢，代谢正常的话，食物会变成营养；代谢失常的话，食物会变成毒素。长期代谢失常会造成代谢症候群，它是健康的杀手，会引发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肥胖、高血压、皮肤病及癌症等等。报告显示，营养代谢失常和毒素累积导致65%慢性疾病。研究显示，如果新陈代谢加快的话，是可以令我们更长寿，可使一个能活70年的人再多活27年。从我们日常饮食里摄取的饭、面包、面、蛋糕，如果新陈代谢正常，就会变成血糖，再产生能量；代谢不好，就会变成血糖过高，累积在血液，引发糖尿病。今天我们所摄取的动物蛋白质，就是所有的肉类，新陈代谢如果好的话，就变成高半胱氨酸，再变成氨基酸，让细胞摄取。但如果代谢失常的话，没被代谢的高半胱氨酸就会累积在血管，造成我们血管阻塞，引发心脏病。再来就是脂肪，脂肪代谢成三酸甘油脂，再转换成可产生能量脂肪酸。相反的，代谢失常导致三酸甘油脂会累积在血管，导致高胆固醇，而引起血管阻塞。专家说，代谢不良是因为我们体内酵素没有发挥最大的功能。我们身体里有3000多种酵素，大致上分成三大种类。食物酵素来自食物，但唯有生吃食物才有酵素，如果煮熟了，食物酵素就会流失。消化酵素来自我们身体制造，它能再分解食物，促进营养进入血液。代谢酵素也是完全由我们身体制造，它促使细胞正常代谢，以维持健康细胞。但人因为年龄的增长、不规律生活习惯、营养不均衡、生活压力，导致酵素不能够在我们体内发挥100%的功能。今天我们吃食物最主要的是要得到营养，但在得到营养之前，我们需要食物酵素，会把它分解然后变成营养。消化酵素再把它让肠胃吸收，带入血液里，然后再由代谢酵素把营养带给细胞，变成能量，再把多余的废物排出体外。这整个过程就是食物新陈代谢。很可惜的，我们身体的酵素都不能发挥100%的功效，因此我们需要酵素催化剂来帮助启动我们的新陈代谢。非常独特， Dr. Synergy 酵素催化剂能启动我们身体的3000多种酵素，它是新陈代谢的救星。 Dr. Synergy 是经过3年3个月、超过1000天发酵过程的产品，经过独特的千天发酵过程，它变成超小活跃分子，能直接被细胞吸收，帮助活化我们身体的酵素。这用了39个月发酵的 Dr. Synergy 分子非常的小，可以直接被细胞或胎儿吸收。 Dr. Synergy 超小活跃分子可以使我们人体的食物营养更完整被代谢，它甚至对植物也能发挥它的功能。它能使普通的南瓜成长重达150公斤，3倍一般人的重量，萝卜长达2公尺长，萝卜一般长度是0.2公尺，比一般萝卜长了10倍。一般盛开1个月的玫瑰花，茂盛期长达7个月。Dr. Synergy 不是酵素，它是广泛的酵素催化剂，含有非常多种的辅因子和辅酵素，帮助我们强化3000多种酵素功能。Dr. Synergy 还含有4G 能量及50多种植物精华，这50多种水果是包含了种子、果皮、果肉及根部一起发酵的，再配合源自日本冲绳岛的黑砂糖。长期服用黑砂糖能为冲绳岛的人民带来长寿。 Dr. Synergy 是100%天然发酵，从冬天的-2度开始发酵，加温到夏天的25度发酵熟成，完全无经过加热或化学处理，以100%保留完好活跃成分。
经过临床验证，它是属于 Nutraceutical Grade 食品，就是有医疗效用的机能性酵素食品。根据国际病态生理学术座谈会所发表的研究显示， Dr. Synergy 能有效地提高自然杀手细胞，它能抑制不正常细胞成长高达 6.5 倍。 Dr. Synergy 也能抑制 80% 血糖被吸入我们的血液里面，换句话说，它能抑制血糖的增高。再来， Dr. Synergy 能减低 ACE 活动水平，帮助我们降低高血压高达 90%。 100% 天然的 Dr. Synergy 能抑制不正常细胞成长高达 6.5 倍，抑制血糖吸收高达 80%， 及降低高血压高达 90%。 它真是一个超神奇的产品，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的酵素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功能。 Dr. Synergy 研发人 Dr. Shigeru Matsura 是个发酵领域的世界性权威，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如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开学术研讨会。他用了30年的时间来精心研究出世界唯一独特的酵素催化剂。 Dr. Synergy 的独特处方及发酵过程荣获美国的专利 Japan JACT Japanese Associate for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， 日本健康营养食品协会 JHNFA 的认证。在日本只有30%的保健产品获得此认证。我们来看看酵素催化剂它对孕妇有什么帮助。孕妇常常会害喜、呕吐等等问题，它可以减低怀孕时期的不适。一般上，如果怀孕有这个问题的话，连吃2个星期这个问题就会改善了。还有孕妇吃了之后会更有活力，促进胎儿的成长及发育，因为它的超小营养分子胎儿可以直接和完全吸收。它也可以帮助小孩增加食物营养的吸收，促进脑部完全发育和提供成长的需要。成年人最怕的就是得到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肥胖，我们都很怕这些问题。 Dr. Synergy 可以帮助我们平衡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降低胆固醇和促进新陈代谢，你所害怕的问题它都可以慢慢帮你解决。再来，老年人可以年轻化和强化身体器官功能，促进新陈代谢和延缓老化，所以可能活到120岁已经不是梦想了。如果你是60岁，其实你还很年轻呢。只要你相信 Dr. Synergy 肯定是一把启动你活力和健康的钥匙。